不要因为我和别人不同，就说我一定有错。理想的未来在我心中有最鲜明的轮廓，就算是面对再亲近的人，谁都会有一点保留，让自己觉得我还自由，这种感觉很难说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也知道不能只做梦。每个父母亲眼中的小孩也都有长大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也知道该往哪里走。当我抽出杯拉紧的手，不代表心也想飞走。想飞。